你好，我们社长呼吁我们的会员，如果我们磁场不对，八字不合，言谈不投机，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做会员，免得影响到你，影响到我其他的会员。因为我心平气和，平平安安的赚个小钱就可以了。你也是一样，心平气和，平平安安的，不要带给我任何的压力，我不想要有压力。我也不缺钱，我也不缺什么饭吃，我固定每天有饭吃的那么我是个四肢瘫痪的人呢，我也不求发财，我也不求赚大钱，只求平平安安的过日子，只能带给大家好运气，只能带给大家赚点零用钱，我自己分一点零用钱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。绝不欺骗，有中就中，没中就是没中。8点钟就公开，公开就是不算8点公开，隔天公开也都是一样的。我那么多会员都可以作证的啊，什么就是什么，一就一，二就是二，中就是中，不中就是不中，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中2次到3次，然后中个小钱，大家好过日子。好，祝大家今天好运。